你看我马上就做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那我们这三题哈，那个我会从第一题，然后说讲第二题、第三题，谁说开放的时候啊，然后每一题几个地址啊。好，第一题开放，有没有哪一题要回答？第一题，刚刚前面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，这题讨论过。最近有人回答过，历史好，这个好，我们关系可能是同一关系。来，哦，就是我们常见有，比方说口蹄疫啊、禽流感，然后就是你们上课前就是哦，有口蹄疫、口蹄疫，然后禽流感，然后登革热。然后好，好，然后第二个问题。那常用的话就是隔离的方式啊，然后或者是用药。用药物啊。对，药物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人如果去感染，那如果登革热的话，我们要把经济全停掉。嗯。我们改善。反正你们课前和课后。所以你就会不一样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其实你课程就已经想过了哈，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想到一些东西。好了，那我们要进到第二节，第二节开放。嗯，行，来吧。我刚说开放的，来，请。如果是口蹄的话，这个事情的防疫措施，所以我们想到是打预防针。去打预防针。然后如果就是事后，如果这已经就是有发生这个症状的话，那就是防疫措施事后的就是注射。好，可以啊。那口蹄疫可以用隔离的方法解决问题啊，也可以啊，有好多种方式。所以可能注意哈，有的像我们国家有，是吧？如果我们发生口蹄疫，别的国家不让我们输出我们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当然对别人也是嘛，对，我们国家有检疫，如果检疫措施我们通过啊，所以在机场的时候啊，没有问你有没有去过哪一个国家那个怎么样啊，这都是预防的方法啊，对防疫的方法。好，我们这一题 close， 第三题开放，哪一个先？他们俩组的题啊，看不出来。重来一次，现在这两组哈，啊，黄老师帮我们一起说开吧。啊，不行，这个那后面来不及，他太快了啊！要预备好啊 ！A 组加油！人电视频特别多，是因为现在人们的观念改变，然后大家对即时品的需求增加，所以市场机制让它变得更多。然后。有机什么意思？有机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我记得好像它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规范，就是那个那块地要几年内问啥药，然后就是问什么药是一定的，然后其他比较规范的细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好像有几年内问啥药。很好。然后我觉得有机不一定就是传统工作，因为我们。传统农作就是也是有农药啊，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一定是最不知道那个，就有一段时间就比较不知道怎么减少对环境的伤害，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有啥农药，可是那时候也算是传统农作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有机食品不能算是传统农作。还有我们的传统农作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很特别的这些农作。不是有机的，就是现在有单位啊。好，其实呢，有机这两个字，我下次会再解释，但你们今天只写了这个考核，好吧？好，那就写完了以后呢，交了我就可以下课，好吧？啊，留一位当那个记录啊，其他的同学。
的学习单，然后就发送去让你们看，然后看完再收回答。7点多才要四楼接我，我又。